そうそうそう、うん、結構。牙套别烫掉了。他说他叫多。给你们看一下雨过天晴的天空，还是很漂亮的，海浪声很大。住在这儿虽然每天能看见大海，但是有一点不好的话，就是每天晚上睡觉都能听见很大的海浪。不过这个天还是很漂亮的，今天中午就可以出门了，开心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礼拜二，哎，今天礼拜三了吧？嗯，好，今天是礼拜三，然后上午我们在家里面该学习的学了会习，该看书的看会书。中午呢，哎，从这儿吗？哎，又说了，啊，你给接。嗯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俩出门，准备去，今天呢准备去打卡一下防弹的那个春日从那儿的那个。封面的拍摄地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朱文锦，朱文锦是叫朱文锦吧，应该是叫朱文锦。朱文锦那边有一个车站，就是防弹春日的那个 package 的照片的拍摄地，然后去那边打卡一下，在附近吃点饭，下午找咖啡厅继续学会习。我们两个出来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干了，然后啊，现在雨过天晴了，虽然没有出太阳，不过这个天还是很凉爽的。其实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什么都好，也没有人，然后也很干净，就一点海涛声太大了，每天晚上听那个海涛声，就大家现在听到的，哇哦，海水为什么这么黄啊？因为有泥。哦，好吧，就听着这个海涛声，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入眠，不过还是很壮观的，给你们拍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其实晴天之后，这个海滩还是很好看的。风比较大，所以浪比较大吧。海涛声是一直都很大的。我们就沿着这个路大概走20多分钟，就可以走到那个
驻文津的车站海滩边，我们就不沿着海滩路来走了，因为这个浪吧随时都有可能打上来。那个海滩旁边就有一家还比较有名的手工汉堡店，准备来吃这个汉堡。来选照片，拍了好多在那个地方，开心。点了一个他们这儿的招牌汉堡，驻文津汉堡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小份炸鸡跟薯条，吃饭啦。吃完饭又来了这个海边，其实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海风跟沙滩，感觉也挺好的。找了一家
海岸边的咖啡厅，然后我们点了一杯拿铁。程程姐点的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苹果柚子茶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好沉啊！这是什么？有机农冰淇淋，牛奶味的。我们来学习了，继续。你尝这个，你赶紧拿勺子吃，再不吃该化了。他让你搅一下再喝。哇，好吗？我这书有点不应景。鸡奶，麻西的，好吃吗？好纯啊。又开始回到了我们基友岛的调调。这个海看起来也很舒服。人生享受。他们家还有卖很多很漂亮的香烛跟香薰的东西。然后我买了一个，这个是紫色的，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看出来，是一个紫色的正方形的小香烛，我打算等回去之后摆在我旁边那个装饰墙那边。然后还买了一个这种放在衣柜里面的香块，他们家的这个真的都很好闻，如果大家来祝文津海滩这边的话，建议大家来这个咖啡厅坐一坐。送了我一个肥皂味的饼干型的香包。全傻了，老赵最后不做那一下死了。 No 做 no die 啊，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没事在海边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踩海水。现在是大概5点多的样子，我们学完了，然后准备走回那边的宿舍。这个风景感觉真的不错。
三咬的毒。咱们给拿完了可还行。两个一点都不喜欢变化的人。前俩是在抢购超市的吗？ Happy Happy Happy。哇，这个海真的是，大自然真是太壮观了，啊！卸妆，给你们拍一下，我在家里一直都没有条件拍的，好吗？什么掉？卸妆步骤，眼唇卸我随身带的是这个，应该是美宝莲的。一般我眼唇都会单独的用专门的卸妆液来卸。我在家里面用的是那个日本那个，也是这个蓝色的眼唇卸，那个也挺好用的，但我觉得这个也还行。逐渐丑化，但是我觉得美宝莲这个会比就是一直用那个日本的更厚重一点。卸妆油带的是这个妆瓶，然后里面装的是 Three 的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卸妆油。哇哦，洗面奶用的是这个CPB 的随行装，之前特地买了这种小样，带出来玩比较方便。OK， 卸妆完毕，你们看一下眼怎么有点红呢，我的眼袋还是挺严重的，换了一个地方总感觉睡得不是很踏实，然后鼻子这边也起了几颗痘痘。 OK， 那我就先洗澡啦。晚上天空突然变成了粉色，我的天哪，好好看啊，好看吗？嗯，粉色的，粉黄粉黄的。